空气不好，台湾西半部连日雾茫茫，医院和诊所的耳鼻喉科求诊人潮增加大约两成。感觉天气啊，整个天空都雾茫茫的，喉咙也感觉卡卡的，然后痰越来越多，所以就找这个时间来到医院看个耳鼻喉科的医师。空气品质攸关身体健康，尤其敏感族群气管收缩加快，有气喘疾病者增加诱发风险。彰化市公所发出50000个口罩。鼻子过敏。鼻子过敏啊、哦？这几天空气很不好，对不对？然后鼻子会不舒服，是不是？一般医疗用的口罩其实就够用，但是必须注意要戴得正确，颜色较深的这一面朝外才有过滤效果，戴上之前稍微折一下，让口罩更贴合鼻梁。我们在吸气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气是从周围进来的，而不是透过前面的滤材进来的，所以我们戴的重点就是要尽量减少周围的漏气。在空气品质改善之前，戴口罩自保已经成为全民运动。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